我不是下课也教会了我，不是不是。S1 到香港是没有的，少了商路会真的见到 S1 到吗？我是阿水，我终于考到了台湾的驾照了。你之前有练过吗？练过了。好，等一下哦，也是一样，我们到箭头前要打右边方向灯哦。嗯。好，好，转身份。哎，太多，太多，多关节。哎，过了黄线，好，转再右前方。好，继续转。好，转了以后你就看右边。嗯。转右边，看右边，然后注意我们车身跟旁边那条黑管。就是那个黑管管线，要去碰到，看到完全不见了，就跟这边。等他来了，就转了回正哦。好，二转，再退，退到手把哦，这里过了弯弯。嗯。过弯弯，再往左边再一次，没，没。好，转。出队。嗯。退到哪里？退到你又看到出口那条白线。嗯。出口白线。不是打右边，不是打左边，哎，看左边，打右边看右边哦、嗯。好，慢一点哦，慢一点，好，嗯、好，正、嗯，好，走，换倒车入库，嗯，右转就是单，嗯，正转，等平行的时候再回正回来，嗯 ，OK， 回正，然后回正，嗯对，这样，但要动作快，要怎么放心？放心。打右边方向灯，不要跑。嗯。好，来，慢慢退哦。嗯。这里哦，慢一点哦，慢一点哦。回到这里。好，又一圈。你要确认有没有进来，没有关系，把它闯过来。嗯。他要进来了。进来了。好，进来就好了。哎、欸。回头看。哎、欸。这个动作要做。老婆，老婆。下车子回正哦，回正了以后就停下来，我们这边要停车再开。下方把右边方向到叉叉里面停哦。嗯，今天是练习的第二个星期，但是为什么现在才开？因为教练说你要练熟一点，不然我会一直惦记着这个录影片没有认真学。教练很紧张，觉得他还蛮紧张，因为我会开车，但是会开车不代表会考试，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用 iPhone 的前置镜头来录影片，现在我换了用后置镜头，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录到，没有录到的话回去又没有东西剪。今天天气还不算很热，所以他们不用那么晒。平时教练他们都是站在很大的太阳底下，觉得还蛮辛苦。因为以前我在香港学车的时候，我的教练是从来不下车，但是从不下车也教会了我，不是不是。S1 到香港是没有的，少了商路会真的见到 S1 到吗？对啊，弟弟。哎，哦，我是女生。哇，你怎么那么可爱？没事吗？谢谢。你是哪里的？我是香港的。香港的、啊。嗯。香港。哎，是我拿东西。我上海下个礼拜就要出公路。我昨天上了汽车结构课，然后我跟先生说我在台湾。上家训班，我家的学费比香港少，但是当然的，但是我在台湾学到的东西比较多，因为他连汽车的结构啊、零件啊，他都有教，就是怎么保养、怎么用车会，比较爱护车，然后上坡怎么停啊，遇到交通意外怎么做啊，都有教。像我们香港就是只教你考试，然后开车没有了。他虽然有教驾驶道德，但是我觉得
我大概不要生气，就是我天天在查看那些交通意外的新闻，然后想起就是台湾也有一群很用心教的老师。我昨天那个老师他在别的地方上课上了四小时，然后到我们这边就是五点了，他又讲了四个小时，我都觉得他很热情，就是如果你不喜欢做这件事的话，你不会这么有心。所以我觉得在源头方面，其实台湾是有一群人他很重视交通法规啊，戒指道德，但是你说上路为什么有一群人都是像在开碰碰车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其实台湾有的驾驶者真的没驾照，因为我开车就是这样啊，就是因为铁，就是铁包的我，我爱怎么开怎么开，觉得只弄黑，你想动又动不到我。我这样讲，台湾人会不会生气啊？教练他们除了日晒，还有雨淋。下雨的时候还是要撑伞在外面工作，这份工作也不轻松哦。早上好，我昨天在家里看那个法规，看到三更半夜，看到12:01那样，我是怎么培养我的就是驾驶的危险意识？就是我还是新手的时候，我在那看很多那种交通意外啊，不知道为什么看着看着有点上瘾的，慢慢看得多就知道他们会出什么招啊，一般会犯什么错啊，这样香港的交通法规就是违法的话，我是知道他判刑怎么判的，但是台湾这边我就没有很懂。最近上开始上道路法规课，老师都开始有讲，就是路权的问题。台湾三宝本来的意思是女人、老人、小孩，但是老实讲，我看那么多的影片，就是出交通意外的肇事者，反而是那些男生，就是还蛮年轻的，看他们撞了，但是又不知道谁对谁错。然后就找到了一系列的道路法规的影片，然后至少我知道有三个条件，就是转弯车要让直行车，小路出大路，小路要让大路，然后要小心机车，好会装，其实装不太好啦，然后太快看不到。如果我是骑机车的，我会努力让其他的人都看到，至少我不会看到他的盲点。还好上一组同学考的时候，教练叫我来过了解考试的过程，那我考的时候就不会太紧张哦。胎压胎稳正常，车底无异物，查看前后方无人，车门开始公分，再查看前后方无人，侧身上车。等一下，我们要记得这个动作起步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当时路没调整。所以车子要动的时候，你就要往后前滑，知道吗？现在没有车，稍微走中间一点。有路口有缺口，一定要左右摆动。现在开始，在行进中，只要碰到这个分割岛，眼睛要看远一点。只要有分割岛有缺口、有插入，我看到分向线的地方，通通要摆动。等一下，如果碰到路口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做减速慢行动作，油门一定要放开，脚要先放过来刹车那边，做准备刹车的动作。这是我们考试的规则。好，好，停车，好，好，停车的时候先推 P 档，拉手刹车，然后先熄火，先熄火，放安全带。下车的时候，用右手先回头前后看，两段式看，然后好开十公分，再前后看一次，好，这样就下车了。好，那我是阿水，这是我的谢教练。教学班35天的课程，今天是第34天。刚刚拜托教练帮我
还好我练车的情况，以前我会很怕学车，因为网上看那些教练都会很凶，但是我的教练我觉得他今天像爸爸那样满场在跑，然后帮我拍的那些片段，觉得一点点感动啊，为了我这样来过去的。所以如果大家要学车的话，我觉得你要靠近的东部可以去找谢教练去学，学完之后大家就可以开车想去自己去的地方。好，谢谢教练。谢谢啊，非常谢谢你啊。好，太感动了，经过35天的练习，我终于可以离开这里。记得手指公订阅和按钟仔。